我这把上路一个墨子一个虞姬，兄弟，你们可以看着来帮我一下，你们中单和那个什么可以帮我一下，真的。他们这个阵容没有前排的，懂吗？没有前排，抓到就必死了，所以不要让他们一直在这里打消耗，兄弟。都是一些消耗型英雄，能直接强行突脸开到他们就必死了，尽可能往我这边靠一下，懂吗？下路清完线就直接支援打散就行了，这把就往花一路打，把他们射手打崩，把元哥放出来随便抓的，碎皮太多了，我元哥随便抓的，他们要压了，兄弟。没闪没闪没闪，好杀，可以。对，你们对抗路这场对线就行了，来打上路，把他们上路打崩。没开麦。